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智趣味创意画。这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六幅组字画。画中隐藏多少汉字呢？这六幅组字画呢，非常的难，需要你有较强的观察力和想象力。看出一幅呢是菜鸟级别，看出两指三幅是大师级别，看出四指六幅呢是王者天才。把你发现的汉字呢发表到评论区中。下面呢，大家请跟我来一起挑战吧。